张优惠的几点卡不但可以免费做四大癌症的筛检，还可以做什么呢？答案是买面包、蛋糕，还有优惠。知道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我觉得很热烈的参加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活动，然后刚好针对我们的产品，就是有做一个相辅相成的搭配。参与这项筛检送优惠的活动，七堵地区一共有八家的业者参与，卫生局长吴泽成也亲自颁发感谢状。透过那种业者能够加入这个卫生的一个工作，把卫生局想要推的一个健康促进，透过业者的手能够慢慢的深入到社区里面。那虽然是一个只有八家业者，但由这个八家业者，我们也许可以扩充到十家、二十家、三十家、百家，整个基隆市如果都能够加入的话，那整个卫生促进的一个工作就能够非常的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出席这项合作仪式的业者也肯定卫生局推动癌症筛检的用心，也希望透过优惠卡让民众认识健康的饮食。那这个合作的案子其实它很棒的原因，就是在我们要鼓励人家怎样多运动，然后吃怎样，然后包括我们的面包我们要怎么样的做，可以做到怎样让他们都吃得更健康。所以呢，优惠的部分是绝对要的啦哈。那当然，健康才是最重要。所有的来跟我们购买的那个面包啊也好，包括所有的那个三明治啊等等之类，大家都可以吃得非常的健康。这一项参加筛检就送优惠几点卡的活动，民众只要参加四大癌症筛检，集满四个章，就可以到七堵地区八家的店家消费，通通享有九折的优惠。活动一直到今年年底为止。记者黄少明采访报道。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，祖祀观。